兄弟们啊，看这条草运动多大，有个参照物，是一个一米长的镯子啊，一米见方的镯。那条长风破浪，没有谁能阻挡，勇敢奔跑去要去的地方，就算折断翅膀勇敢的翱翔。兄弟们啊，还大鲤鱼，能有个七八斤差不多吧，能有。要不你这要溜翻了，没有，这玩意儿五六斤儿呗，溜翻溜的不行不行的了啊，溜彻底溜翻了。来夹着，这应该不大，劲儿不小啊。嗯，来小猪猪，摔疼你算什么？好了，兄弟们啊，下午看看吧，四五点钟有没有口再直播。